1月13日，张柏芝一身潮范装扮现身上海某机场。当天，她复古圆框眼镜遮面，身穿黄围巾加上黑色斗篷大衣，运动裤搭配小白鞋，走路也是带着满满的嘻哈范儿。与旁人聊天眉飞色舞，看上去心情大好。被粉丝包围求合影也是来者不拒，相当亲切。女神的皮肤状态也是超级好，白净无瑕，身材依旧苗条，风采不减当年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风采依旧整理报道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